我告诉你啊，天气闷热，家人想吃拍黄瓜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酸辣脆爽，全家都爱吃。拍好的黄瓜和腐竹放入碗中，五块钱的猪耳朵，再放蒜末、小米辣、白色的盐、一勺白糖、生抽、陈醋，再放点这个拌啥凉菜都好吃的油泼辣子，只要一点点就很香了，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这道小凉菜太好吃了，你也动动小手做起来吧。